喂，小朋友，哇，好彩呢个小朋友唔会抢麦，所以开心。Hello， 有边一个系特别中意啊？又或者之前觉得即系点样嗰啲感觉啦？一系。其實我覺得有一兩個片段咧就比較難忘嘅，咁同埋都好深刻嘅。咁啊，好奇怪，兩個都關啊鄭坤紅事喎。啊鄭係咯，鄭坤紅啊，兩個都關你事喎。第一個咧就係喺呢一個佢著睡衣唱起床歌，即係好 cute 啊你。那個感覺咧一睇到哇好 cute， 咁跟住一路去到。前嗰一陣啊，12号啦，過嚟做總決賽評判。咁咧睇見佢由呢個六強開始一路奮鬥，咁去到最後尾同阿楊麗珊一齊兩個喺度撕片啊，兩個喺度撕殺啦，哇，好精彩！因為楊麗珊咧喺第一次我睇佢個表演嗰時咧，哇，冠軍格，個聲音、唱歌技巧，所有嘢令我好 impress。即係喺香港有咁難得有咁好基本功有咁好 feel 嘅嘢係好難得，咁所以好 impress。咁一路發展去到一個總決賽，咁去到最後尾剩翻到你兩個一齊去做最後尾嘅冠軍歌去對決啦。咁我都好等你兩個緊張，因為咧你成晚唱咗好多好多好多不同嘅歌曲，咁有快有慢。每一隻咧，你好似挑戰緊你嘅極限咁樣嘅，每一隻一隻比一隻咁難，真係太緊張，哇！唔好出錯啊！兩個用最好最好嘅狀態唱呢兩隻歌出嚟，俾我哋去欣賞啦。等一下我哋睇下點樣去再殺到一個難分難解啦。咁到最後尾，我好慶幸你兩個都表現得好好啦。咁我都好多謝你哋去令到我感受到，哇！一個人原來可以為佢嘅夢想去奮鬥得咁努力咁緊要。好，多謝多謝，周博源老師，你好 ，hello， 你好，阿陳師，多謝，即係有邊啲片段係最深刻嘅咧？其實對我嚟講，我係二班加入啦，咁三班有部分咁樣啦，咁其實我諗對我嚟講，即時我諗起有兩個片段好深刻嘅，就係我個人其實比較難，即係如果一個歌手唱歌令到我去喊或者感動咧，我覺得比較難打動到我，即係我好少聽人唱歌會喊。咁但係我喺呢一個節目裏邊，我有兩次咁嘅經驗。第一次就係阿英英，我唔記得咗佢唱邊首歌，但係因為佢嗰個聲線啊，嗰個感情嘅演繹亦都好咧，我係有一個喊嘅感覺，好感動。另外第二個就係、是、其實就係總決賽三班總決賽啊 ，Rachel 唱I Always Love You， 咁嗰個又係係啦，即係嗰個尤其是佢自己加咗一啲佢對媽媽嘅愛意嘅表達喺裏邊，咁嗰樣嘢又係好感動到我，佢自己又喊，於是令都感染到埋我喊，咁所以呢兩個片段比較難忘，對我嚟講係好深刻嘅，即係好感動咯，喺度可以聽到啲好感動嘅嘢嚇。嗯，好 ，thank you， 唔該曬。跟住咧，當然唔少得張介添老師啦。你有冇話特別中意邊個或者最難忘嘅片段係啲乜嘢咧？其實好多嘅，不過如果你話我要最睇好邊個咧，我真係呢個係你估你估我唔到嘅答案嚟。呢個人姓林，呢個人叫林曉峰。大家知唔知呢個人咧係一個人肉卡拉 OK 嚟？我哋每一次喺後台化妝嘅時候咧，聽到每一隻歌佢都可以係由頭唱到落尾，啲歌詞完全識背曬，仲要係唔走音嗰只。佢唱得真係好掂。我唔係講笑嘅，即係我心裏邊真係我《星光三集》裏邊三輯裏邊，佢係我嘅一個驚喜嚟嘅。我唔係講笑。我以前我睇你做節目咁多年，我真係唔知道原來你唱歌係咁叻噶。哇！求你唔好再講啦，張繼天！求你唔好再講。我未講完啊！你話星光三班一二三班邊個最乖邊個最矮？對我嚟講，最矮哥係邊個啊？呢個人姓曾，佢叫曾寶兒。點解咧？次次殺到我措手不及，要我即場示範嗰個就係佢啦。即場示範唱歌啦，即場示範解扭啦。隻 Nobody 又話我 Deep V 啦。
唔係講笑啫。其實咧，三班裏邊咧，你話真係好多人我好睇好嘅，或者好多人我欣賞嘅，冇乜人令我跌眼鏡。講真，我因為我見到每一個人都真係有進步，呢個係事實。就算有一啲可能好早翻咗出去，但係翻嚟 PK 個進步嘅空間原來可以咁大，呢個係令我好詫異。唔該曬你。咁跟住咧，我哋下一個環節就係咧，唱一首千載不變嘅喎。谁要饰演别人？茫茫风雨天，路途未免孤独。有谁最熟最真？谁无边？尤其过去幽怨，转变中细下了几个诺言，愁怀苦恼间。及时又变出现，往事许多亲切片。原来世界怎么变，有好的心不损，潮流混乱也不乱，大家始终团圆。原来你我不相见，前来问候更远，心中至真至诚。来千载此心不变，谁无边？尤其过去幽乱，转变中。洗下了几个诺言，古老卡及时又见出现，往年许多亲切了。原来世界怎么变，有好的心不损，潮流混乱也不乱，大家始终团面。原来你我不相见，前来问候更暖，心中至真至诚，绵绵千载此心不变。趁这个机会有请全部的评判一起上来同我们享受这种温暖。我要拉一些 人上来，拉一些人上来。准备啊，来一起唱。世界怎么变，有好的心不损，潮流混乱也不乱，大家始终团圆。原来你我不相见，前来问候更暖，心中至真至诚，绵绵千载此心不变。始终愿意，原来你我不相见，前来问候更远，心中至真至诚，前面千载此心不变，彼此有真有情，前面千载此心不谢谢你。